师父曾经跟你们讲，多闻不如一修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要听，那个要听，什么都要听，最后什么都修不好。其实修心啊，不在于你听到多少，你要好好的修啊。你这个听听那个听听，你到最后杂念太多，杂修啊，修了半天走都走不出来，你修什么心啊？修心，修心修到最后，要把这个心修出六道，要修出无我。所以修行修心最重要的不是要这个思想不集中的多多闻闻，要修心才是正道。